大概你的心配大概两到三个人是多少，就经典嘛，把你那些哎同样换一代的这些哦为什么对不对搞掉了，他这样看好，而且你今天你又有求到这已经记住了哦，但是那个是错误的啊，没有办法，人家读人饮水全部很知识，好谢谢各位。好，他刚刚呢其实点的是哦，他讲到新加坡那边哦，他其实哦就知道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哦，因为我们点的是那个东西在跟这个地方啊，还有一个 case 我们知道他叫郭太太，他是在这五张七点的那个郭太太哦，他失眠很严重，七点他结果变轻哦，靠论文的对吧，他的思维就掉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假流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假什么呀？哦，你说你也不美啦，哦，我来说，小弟啊，都有办法。对啊，不要这样子啊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来，最后的，我们高级有没有？
然后就是尽量不讲话，然后礼佛，我们要讲说礼拜先佛的意义啊，哈、啊，讲完之后让孩子就是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就尽量就不要喧哗，哈、啊，让那种感觉就是啊比较静教的一种作用啊，啊，所以这方面我们都应该是效果当然都很庄严啊，就是像这样的感觉，就应该是很不错。我想再回答各位，请严师黄哥，请严师这边。还没到全所百年嘛，最少三个有四年。
只要用心给它开花，它都会有成长，它都会给印证给我们看。就我们他说那个在麦寮一位老师，他带着他的孩子教书，他的孩子以前念书的时候也是很皮，而且很逗，就一起带他来我们观塘读经，就他自己感觉到说，他自从读经以后，他的孩子变乖，变静，比较沉静。所以这个我们都可以在经验中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这是没有了。一般的哈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哈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老师哈，大众请起，一般教务呢，我行三十多里田道中，三公，三公，感谢目前的准备一起公。感谢各位老师准备一起功，春到一起功，再功，三功。感谢目前准备一起功，感谢两位准备一起功，感谢各位老师准备一起功。